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女神喵电影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喜剧片《生存家族》。突然一次大停电，灾难降临。刚开始人们以为是小范围暂时性的停电，都没有在意。铃木去上班，发现停电，地铁不会走了。学校已经到了上课时间，而老师还没有来上课。大家都在囤食物，毕竟民以食为天嘛。不能用电脑算账，只能手算或者口算。超市排起了长龙大队。晚上没电，不能玩手机、电脑和看电视，只能看天上的星星。在现代社会，没电又没水，没水人就活不下去。一家人决定坐飞机去乡下孩子爷爷那儿住几天。路上矿泉水已经卖到了1000日元一瓶，女孩的妈妈砍价买了不少水。到机场发现因为停电，飞机也无法起飞，他们想着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商量后决定骑自行车去乡下。一位男子手上戴着劳力士，身上不知道穿的什么牌，反正很贵，代步工具玛莎拉蒂。富家公子被卖米的老板娘赶走了，现在有钱什么都不是，有食物才是土豪。半夜他们的水被偷走一瓶，追过去发现是在喂孩子，水喝完了，还没有到乡下。铃木也顾不上干净不干净了，喝了河水。走到路边，狂风大作，下起了雨，东西刮了的哪哪都是。铃木的儿子拿出手机壳剪掉一块修补轮胎，一家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上路了。路上一家海洋生物馆挤满了人，为了充饥，人们把观赏鱼变成了食物鱼。他们走在路上，看见一头白花花的猪正准备杀猪的主人来了，带他们回到家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他们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不形象了，只差把碗吞进去。走到河边搭了个小木筏，捡一个东西就经不起推销啊，铃木掉进河里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路上遇到了一只狗，狗追他们，妈妈的腿被狗咬伤了。这时看见一辆最早的蒸汽火车，他们搭上火车。铃木爬上了岸，拿出一个烟花筒发信号，正好被女儿看见了，一家人团聚了。到达目的地之后，铃木和儿子做起了渔夫，女儿和母亲开始织布，一家人过上了原始生活。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两年后，闹钟响了，期待已久的电终于来了。城市里依旧挤满了人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这里停电了，大家该怎么办呢？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，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哟。